黄卓瑜、陈志尧、连诗雅、苏浩儿、顾定轩等玩游戏为剧集宣传，又派种庆祝端午节。较为萧太的翠瑜贤良淑德，原来仲识包种啊！系细个嘅时候，我妈咪已经学包种噶啦，咁啊唔系，我妈咪已经教我包种噶啦，咁所以自细我已经学识包种啦。咁就逢亲端午节嘅时候，我妈咪就会将呢种四周围送嘅。咁但系呢几年因为不停咁开工，所以就冇去到包种。翠瑜日前在社交平台上载16岁的相，不过就有网民留言问她有没有整容，又有人质疑她垫高个鼻，翠瑜都觉得很奇怪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话会传我整足个鼻啦，我想讲其实我成个人我自己最欣赏就是我的鼻，因为由细到大我妈咪都说我这个是一个虎鼻嚟嘅，咁呢个虎鼻咧系一个好福气的鼻，所以咧我就话我一啲都不心虚，亦都一啲都不尴尬，话俾你知我是不会整我的鼻的。同场的苏浩儿在游戏环节扎色仔扎到亲吻，要隔住透明胶片锡固定轩，他们都有啲尴尬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怕罗天宇呷醋，因为罗天宇在社交平台 po 了一班人打篮球的相 ，Chloe 都在场，仲坐在罗天宇侧边，罗天宇又留言话。终于点点点，令大家猜测他们是不是拍拖。Joey 就急住澄清，其实我跟 Joey 真的没事的，我们只不过是一起打波。咁啱嗰张相咧，系因为个手机放咗喺地下影啦，我就觉得地下低炒会好肥，我就坐低，然后就嗌埋 Joey 坐，因为我哋成日笑佢系女仔。问到有冇觉得对方有意追求 ，Chloe 就一口否定，咁决绝，睇嚟佢哋真系冇咩发展可能啦。